人规暝拢无转来，是毋是甲我未来是无做伙？爸，欸，有当时我真的感觉哦，你足变态呢。哪有一个做老爸，一干干哦，拢伫探听家己后生这样秘密的代志啦？什么我变态啊？团中接待，这是理所当然啦。啊，你甲你女朋友这样哈，啊，未说神雕侠侣嘞。什么时阵哦，会当我做阿公，生一只小雕给我耍的？啊？啊，你是讲到倒位去啦？昨昏我想跟我女朋友去饭店开房间，啊，不过什么代志拢无发生啦。安尼哦，啊，我知啦。昨昏哦，不是你唔处理啦，是无法度处理对无？啊，这嘛袂当怪你啦。你昨昏英雄救美哦，一定是足忝的。啊，而且你也唔是十七八岁少年家啊，迄体力要恢复哦，无遐尼啊紧啦。所以你的小太子呀，无法度发威，这拢正常。爸，你莫安尼伫歪路好无啦？我是有一件代志哦，想要问清楚啦。啊，若无我唔知影是毋是有法度继续到我下年行落去，这都是我来你办公室的原因啦。嗯，啊，恁感情的代志，那也牵拖我才来啦。唔是你，是你的小秘书。你昨才甲你女朋友共赴生死，今仔日就对我小秘书有兴趣，啊！你什么时阵胃口这么大啊？哈！哦，爸，你较正经听我讲啦。我是伫咧怀疑，你的小秘书甲我的女朋友哦，因可能是失散真侪年的相生啊姊妹。Hello， 我是查理。向总，你看人好乖，今嘛唔是约会时间哦。无唔对啦，唔是约会时间哦，唔准敲电话给我，嘛袂当传简讯，那无我就甲你镜头剁掉。这么歹，这是我哈尼的开口呢。讲衰神衰神就搞，够烦的。这是你平常时嫁做我的时阵讲话的口气啊？嗯。哇，真够辣台妹呢，无怪伊会去杀着你。不是杀掉我，是我卡到音，好不？我今麦在赶紧想办法脱离哦，改变你的身份。唔对啊，查理拄只卡是我的手机啊，伊若是要找戴安娜，会卡你的电话。伊若是卡你的手机啊，这就表示伊要找的人是柯小萱，我本人。又搁是查理？喂，太子爷，找我什么代志哦？你是小萱，那又搁变成你接电话？你靠我手机啊，当然嘛是我接的电话啊。要唔过拄只接电话迄个人，听起来应该是我喊你才对啊。大半夜若是对我大细声，我拢会心跳加速。拄只我嘛是有同款感觉。无唔对啦，他对我接电话是你的漂亮女朋友，啊，我唔是伫餐厅甲电话叫伊，所以我今仔日来找伊摕转来。对啦，是有这个代志啦，所以你即马是甲我喊你做伙吗？对啊，啊，不过吼，伊应该无想要甲你讲电话啦，伊佫讲哦，即马唔是我上班的时间，叫我唔免插你，再见哦。啊，稍等下。麻烦你把电话交给我的哈尼，我有要紧的代志要甲伊讲。啥款？你有话想要甲你镜头给我？哈尼啊！点起！这嘛是我法外开恩，我才甲你讲电话，而且不是约会时间啊，不准再叫我哈尼。好啦，女朋友。昨你真紧就睏去啊，我拢无机会甲你关心。啊，你予迄乌狗抓去，敢有去弄着受伤，还是惊着？啊，无啦，我脚手也袂输你啊啦。昨个哦，小 case 啦。安尼，我就较放心啊啦。哎，女朋友啊，即阵啊，你着先好好休睏一下，
过一阵啊，咱再来约会了哈。好啦好啦，时间这个讲啦。麻烦你，把这电话哦交我小秘书。哈，你有干要找我？小秘书啊，你哪会叫到这么紧啊？啊，我秘书职业病啦，所以服务周到有效率。小秘书，我跟你讲。 你听到好，莫学我哈尼知影。昨昏哈尼，我派人掠走了。虽然讲我是轻轻松松就甲救倒来，也毋过我烦恼我哈尼的心情也是身体会受到影响。伊啊，叫我烦恼，佫不爱互我知影。所以即几工哦，你就替我多多甲照顾一下。伊若是介意食甚物好料，你就出去食，所有费用拢我遮出，知无？小秘书。 小秘书，你有听下无？哦，有啦。汤姆先生太注意啊，我会照你的吩咐，好好照顾你的漂亮女朋友。多谢呢，这间就是告白必胜的咖啡厅，气氛可能无够呢。戴安娜购物清单。嗯。那有人叫戴安娜？一定是我收收伊啊，才会幻听啊。 看恁看去啊，哎呦，莫你才看啦，蝴蝶姐姐袂用吧？小秘书，真够叫你水，那上班的时钟完全无共呢。啊，拄好有当找伊门看卖咧，我的哈尼戴安娜是毋是伊的相思啊姊妹啊？哎，戴安娜，嗯，安尼唔对啊，万一恁若是旧杂志的封面，我改做是你去相亲的代志，毋就不要空啊。对吼，哦。 啊，无卖封面啦，内页你看安怎？啊，毋是共款。拢滴啦，乌鸦嘴，太水要敲电话来啊！你家己解决。喂，我毋是叫你无代志，莫敲电话给我，你有要创啥？好啦，我想要请你啉咖啡。 你是嘛人伫咧度？莫问，我即摆无心情甲你啉咖啡，要约会代志另安再讲啊。柯浩轩，你安尼甲伊讲话，口气敢会伤歹？袂啦，我甲你讲，伊哦就是一种 M 属性，你对伊愈歹哦，伊就愈欢喜。嗯，啊安尼伊就愈介意你啊，到时你是要安怎甲伊撒开？ 我拢无想到呢，安尼是要安怎啊？我家己的魅力我无法度控制，我唔知重新投胎是有法度，莫给我再好心妈妈哥哥。你这个查某，竟然敢欺骗我的感情，佮讲我是好心妈妈，你擦，我绝对好好给你处理。 甲办公室壁壁的，倒顶起起的，酒精喷喷。好，我随去。安尼敢袂用的。我的咖啡点心，还佫有报纸呢。好，随来。 你的点心咖啡还佮有报纸。我无爱啉这种苦哈的乌咖啡，我要啉拿铁加糖，顶泡。是。拿铁咖啡加糖。奶泡无够侪，嘛无爱心拉花，顶泡。是。 灯泡，这不是要安怎啦？我安怎啊？只是我拄则发灯泡，发到拢惯势啊。若无代志，我要回去我微博用。当然啦，稍等嘞。总裁，我是秘书小萱，你哪会叫我丹啊？我想要问你。
你去台湾那因家，敢有好耍？啊，有啦有。啊，昨昏我去台湾那因家摕我的手机啊，哇，因家足水的呢，看起来足气派，应该跟因家差不多啦吼。我要请伊食饭，你嘛做一起。顺续甲我桌顶只个公文看看，看是啥物内容，甲我报告一下。啊，恁两个约会，我哪会着去做电灯泡啦？而且你有目睭看，你家己看就好。我面大阔，你讲我听就好啊。我是代理总裁，我就是任性。啊，等你下晡回来，我才向你报告就好啊。而且哦，我今晚在断食啊，中昼无食饭。无要紧，你伫遐边仔啉水就好。我跟他贫血。看起来你是真正不愿意陪阮去吃饭，坐下去啦，我都卖甲你勉强啊。我直接来去戴安娜因家送便当好啊，回一个 surprise。你要去戴安娜因家？我是行动派，讲去就去。哎呦，恁两只慢点接电话啦，我用要急死啊！我今麦等来泡泡浴啊，安怎？你免翘班，赶快来去下午茶。那我什么时阵啊？你可有心情泡泡浴哦？这么代志大条啊！那个查理哦，伊要直接总经理领导给你一个 surprise。那安尼，你已经改动了啊？但是给伊抓到，你跟着我跟伊相亲，咱两个哦都会给伊抓去台啦。那好啦好啦，你先卖着急啦。办法我已经想好啊，你等下哦交代领导的管家，若是有人去领导要找你，直接讲你无伫个厝内底。伫个咱两个家来去一间咖啡厅。对啦，我等下当作是你替你带的。嗯，啊对啦，你手机还记得关机哦。好，就安尼，拜拜。啊，我现在有痛无闲啊。Honey。你真正在遮？我叫是讲恁家的关家在甲我骗的。什么？阮家的关家跟你讲我在遮？哎呦，伊哪这么搞话啦？哎呦，莫安尼甲伊骂啦。伊若是无甲我讲，我哪有法度来遮，予你一个 surprise？ 我这人哦，上讨厌 surprise。你也莫阁安尼啊，若无，我伫脑失踪，予你找袂着啦。阿尼啊，你若是闹失踪，我都甲规个台湾拢并起来找。就算讲你比去巴士海峡，我咪藏在你海底，把你护起来。莫用你对付原始人，伊才来对待我。袂赴啊，谁叫你压着我嘞？你惨啊！你免是要躲出我的手掌心。我哪感觉你真正在威胁我？唔对，你听会出来就好啊。哎，你是甲天意照胆是无？搁再讲啦，我当时去抓到你，是你介意着我，我嘛就困了呢。阿哥，咱得趁这个机会直接分手好啊，老娘不玩。你会走啊？啊，不过我保证，你绝袂出这间咖啡厅。我真唔信。龙太老死呢！哎，阿狗啊，请问有啥物贵事啊？你未来水某戴安娜，即马伫我的手头。你看，你要摕钱来换，还是用你的命来换？你这只狗啊，真正有够好歹，连着人都唔知。我未来的某即马规张好好，搁坐伫我的大腿后啉咖啡呢。唔是啦，我开视讯给你看啊。哼，免来这套，我是直接冲去你未来水某引导俩人的，绝对袂抓唔到的啦。我唔管你抓到的是我的女朋友戴安娜引导的下骹手人，还是路人甲的平顶，买台买挂随在你。哎，你那当个电话挂掉啦？万一直接走去戴安娜引导？我是讲走去阮家了，安尼要安怎？啊，真正是戴安娜！啊，查理，紧去叫救人，紧的啦！
你讲啥？相片内底这个查某真正是戴安娜？那安尼你嘞？你敢不是戴安娜？我是戴安娜的朋友。